Ya mali.从踏上赶海这条路啊，什么稀奇古怪的就见怪不怪了。这不今天走在海边，发现这刚刚要破壳而出的小海龟啊，我的个妈了，这也太可爱了吧，真不忍心伤害它，我们选择把它放生大海，希望放生能给咱家老铁带来好运，认为我做的对的给个双击加关注。 Hello 宝宝们，如果放生能够获得一个愿望的话，我希望进来看到此作品的老铁都能够平平安安健健康康，如果您收到我的祝福的话就给个双击吧，算了又也没人给，记得加个关注。来了兄弟们，我手里面攥的叫狼鱼条，为啥叫狼鱼条？它的嘴巴长得像狼一样的嘴啊，咬到人就不会撒手啊，特别凶猛的一种鱼类啊。咱们把它放生了，希望放生能给咱老铁带来一份好运，带来一份快乐。喜欢看看海的话别忘了双击关注。这两天啊，有好几个老铁问我啊，说这个墨鱼怎么吃啊，这个墨鱼啊，其实在吃之前呢要把它的墨鱼骨去掉，这个墨鱼骨啊可是非常宝贵的，不要扔掉，它具有止血止痛治溃疡能功效。有的老铁学到知识啊，反手就是一个双击啊，有的老铁就是默默不闻呐，不给就不给吧，加关注也行，看我赶海直播吧。